可这找你了，你果然去比赛了。比赛啊，别提了，我就看了一会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。有好多比我小的，比起赛来都很认真。本来我还挺感动的。感动？你从来没认真下过棋吗？好像没有。你干嘛呀？让我看看你的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在看你手上的棋茧。奇怪，真的没有。你再和我下一盘。 下了吧，上次是我轻敌，这次我一定认真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现在的你的确不是我想下棋的人呐。那好，你会一直下棋吧？目前会吧。难道你不想做职业棋手吗？我？嗯。你真没说笑话？你想做职业棋手啊？对啊。 当职业棋手有钱赚吗？下棋和比赛都有奖金，能有多少啊？邱伦杯冠军有几十万美金啊，天皇杯冠军有上千万日元啊，LP杯冠军含元过亿了。天哪，发达了！下棋这么神圣的事情，你怎么拿来赚钱呢？我就想想啊，照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倒可以做下职业棋手，随随便便赢一两个冠军，赚点钱也不错嘛。 做一下职业棋手，随随便便赢一两个冠军。对呀，到时候我就开一个四驱车店，把我的旋风斩神呢配成最顶级的配置。哦，对了，还可以卖配置给同学呢。是，你很强，但你根本不配下棋。啊？我说错什么了？已经错得无边无际了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围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啊。 好，我陪你下棋。不过今天有点累了，能不能改天再下？好，可以。现在你就带我去那个什么黑白问道馆下棋。